错在哪里？来，你讲，冰冰，你在几号台？Luigi, Snake. 跟刚刚在一号打没有断线的，一号打突然没有断线的，一号我们换一下，把金子给他们。Three, two, one, go. 我在开始，你在打。来，回来，一号。阿宝，我打过那个前面，已经开打了。对，已经开打了。这个车好像有一点棘手。对，这个如果没有 match 经验的话，真的很辛苦啊。那那可没有经验吗？而且 Snake 这样的体重，一般的那个 Zero to Death 杀得死吗？不知道。但至少也是伤害。对了。我看起来阿搞还不错，好啊，可惜，哎呦，已经是完美 DI 了。冲过来一个人，像海豚一样。人体旋风还是蛮多神的。为啥像海豚这样跳过去会这么痛？哇，全身都爆炸，怎么会有人的那个？招式是在自己身边做出爆炸。哎呦！完蛋了，对，哎呦！火焰花打到那个，漂亮的后丢，打到那个手榴弹，手榴弹不会爆炸。臭脚踩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对。没有注意到上面有三发、啊，开始了吗？可惜，对，二连旋转，他可以这样转两次，打得很聪明，那个放的 Tornado 的位置。完蛋！消失的火焰魔球，这不是消失的魔球，这是消失的火焰魔球。对，这个不安全。经验来说，阿搞打得很好了。没有打过 Snake 的话，能打到这样真的很厉害。而且是路易吉，我觉得厉害。进不去的角色。第二场，哎呦，那个阿 Q 做失误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太惨了。
哇！哇！屁股塞了一个拳头进去。灌肠拳。哦、哎呦，踢破那个 tornado。火焰飞弹，冲过去 jab， 连续两次，哎，是拿到了没有？这个很难，要有经验哦，高玩炸掉拳。他就用头那个炸掉别人的下体。